很高兴的请到了我们桃园县新竹县的街头艺人，我们的巫丽萍赵老师，他旁边这一位呢，也是我们桃园县的街头艺人，是荣格格。那么我们欢迎他们为我们大家带来三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。第一首是《秋蝉》，大家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陶笛演奏第一首《秋蝉》。